六三人叫我是林，是林。错，你是蝴蝶人。我是 Nico。好了，重新。哔哔哔。好。革命53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蝴蝶人。你可以讲话，可以用讲话的，没关系。没豆子变成人就会讲话了。好，再一次，你是。我是米豆子。姐姐妹妹。鬼面53叫我是蝴蝶人。我是米豆子。米豆子妹妹，我叫什么名字呀？一只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鬼面的周边，出周边。我都不知道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鬼面的周边吧。手压都没有告诉你。3、2、1。三两一两看。好了，3、2、1。啊！天哪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拍这个吧。要不要帮忙拆啊？不要。你进来不知道，还挺大。啊，你这是啥？龙呀。这个洗冷气的罩子，这叫洗冷气的袋子，花了334块含运费。这台湾一个可能小中小的就要卖300块了。哦，洗冷气，好，那明天爸爸自己再开。好，那我们来拍下一个，3、2、1。小力一点嘛。哦，袋中香啊。嗯。过度包装啊！哦，对对对，对不起。啊！要不要帮忙？包装太过稀有。好，这个是，这是第第780的。他不是说 open 吗？L， 这是什么构成 ？LCD。对 ，D 是什么 LCD 的保护贴。对，哦 ，D780还没有贴保护贴，然后帮你。D780的 LCD 保护贴。我们拆一个就好，买两片，反正两片才78块而已。那我，它两片哦，整这么多片，这个是清洁的。怎么会有两片？这一片跟这一片呢？为什么会有两片？后面。这个是。哎，两片呢？一个盒子里面两片哦。好，收起来。这是保。两个才84块嘞，真便宜。一片一整面好像两片保护贴嘞，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啊。这也是保护贴，不知道4个，总共8个吗？对，爸爸买的，他最后自己介绍。来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哦 ，GoPro 7跟 GoPro 8的保护贴。跟我现在 GoPro 8。对 ，GoPro 8有4个 ，GoPro 7有3个，但是呢，很惨的是我上礼拜日呢 ，GoPro 去刮到镜头去刮到了，所以现在贴这个好像也没用了，还是加减贴好 GoPro 8的保护贴。希望 GoPro 9呢 ，GoPro 9它的镜头还是一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来贴了。我有说我要买 GoPro 9吗？都不一样，另外一边哦。这样子，再这样子，再这样子，你吃到外皮了、啊。哦，它会脱皮耶。它是蜘蛛爸爸吗？哇，脱成一个飞带，非常大的。这应该是鬼面周边的吧？这是你们的东西。我们的，还被拉了脚。伞，柔光罩。柔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这个柔光罩海运花了192块。哎，两个、哦。我们看，这个是。怎么会两个？我买一个而已啊。两
我买一个而已，他只能寄两个。妹妹，你那边拿出来看一下。这个是柔光罩，之前爸爸的柔光罩明明完好无缺。等那个都黄掉，它一照出来光都丑丑的。结果呢？我们家那个棚灯呢？这个是另外一种的。哎，是哦。是用海绵的，而且这边有个扣子，用这个比较好。爸爸，你看，这里有个扣子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爸爸。它这个是给那个雨伞用的吗？不晓得哎。对，有扣子，还有这些凸起来。因为之前这一个都黄掉了，上面都发霉的，所以要换掉。结果呢，下订单寄出来没多久呢，这个闪灯的骨架呢，在哪里？这个断掉一根了，所以这里也不能用了，现在就 GG 了。我再考虑，把这个折断，然后继续用就可以了，就不必用到这一个了。嗯，应该用的那个，应该用这个闪灯会拍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的，用反射的。好，那我们终于要来看鬼灭照片啦！好，好一段。不想选择订阅，我每天晚上6点都有新片，你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